去年WCS世界 cosplay 大赛亚军的中国大陆名角地狱蝴蝶丸一出场，马上就吸引了全场目光，完全复制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。最花心思的就是这个头冠吧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神韵的把握。全台首次规模最大的 cosplay 超级庆典在云林热闹举行，总共有18组的参赛者挖空心思，将自己巧扮成漫画里的人物，其中有一男一女化身为机动战士钢弹，吸睛度破表。从设计到完成就是要3个月，做的每一个动作手都会痛，<笑>就一。 切割纸啊，然后就是好多个零件这样子去拼成的。除了要把自己打扮成漫画人物一模一样，有些参赛者甚至连卡通里的主题曲也亲自上阵。 赛冠军将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今年的WCS 世界 cosplay 大赛。